大家好，我是于荣宽。昨天有位网友问我，川普会不会翻盘？拜登到底能不能健健康康的完成整个总统任期？近来有好几次被人问过同样的问题了。我是真的不想重重复复的回答同样的问题，但是这个网友是我的新的 VIP 客户。那我还真不能不管他。那于是我又耐着性子啊，把跟小师弟们说过的话又给他说了一遍。可是他听了之后还不放心啊，他让我做一个视频发布出去。这我就奇怪了。我问他，你干嘛对拜登的总统生涯那么着急啊？你又不是他的亲戚朋友，就算你是他的粉丝，你这样私底下听我说一说不就好了吗？你为什么要我特地做一个视频呢？难道我不做这个视频，他就当不好这个总统了吗？那网友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那我以为他被我说服了，我可以继续放松几天，然后接着做关于生肖太岁那个视频啊的下一集。那谁知道还不到几秒钟，他一个红包给我发过来，然后又接着发过来一句话，做视频等翻车。这我心想，原来是想看我翻车，这车翻不翻不是一两个月就能知道的，至少要等四年啊！凭什么我要做个视频把自己架上去啊？等四年呢？一边想我就一边点开他的红包。这我突然又发现他的要求其实是合理的啊！既然我敢这么分析，又这么正儿八经的跟他说那样的话，那为什么不敢做一个视频发布出来呢？反正网上也有很多人在说这个话题嘛，很多人认为拜登可能做两年就生病什么的啊，不得不把总统的大权交给贺锦丽。那我有不同的看法，也不怕说出来，就算翻车了，吃大亏的也是拜登嘛。那于是我又翻出拜登的八字，这么临时的又做一个视频。拜登的这个八字，用最流行的子平之法来看，叫官星有理会啊，正官得令，石柱又是官煞库。官煞的能量简直可以用汹涌澎湃来形容，而刚刚好甲木正印呢，它又同时得令啊，因为亥水里面藏着一个甲木嘛，这个甲木又透出天干啊，贴着丁火，同时壬水也透出天干，所以这个亥水月令里面的两个长干都透到天干上去了，官印相生啊，在地支和天干同时进行，这个人当官是肯定的了。那再看甲木正印又坐着辰啊，这个官煞库，而辰中有乙木根气啊，所以甲辰这个甲木啊，可以更有效的吸收官煞库的能量啊，转生丁火。这么看来，不管是月令的正官，还是时辰的官煞库，这些官煞能量全都聚集到甲木正印的身上啊，然后转生丁火。这个官星有理会，那不是一般的有理会，简直就是四两拨千斤。用最流行的子平看法，那用神必然是甲木正印。可是正印化官煞这个角度，用来理解这个原局的贵气还好。用来看大运就不太对了。因为大运的甲木啊，用神到来的时候，他只是当选这个国会参议员啊，并没有当选总统。因为当上国会的参议员已经是全世界最顶级的权贵圈子了，可是跟总统比起来还是差不少的。所以用正印化官煞这个角度
来看大运不太对，那必须结合食伤制官煞才能更贴切的解释它在大运上的起伏啊。在上一个关于拜登的视频里面呢，我已经说过了，这个八字有两个制官煞的地方，丑午相穿和辰丑内部的食伤制官煞。从年到时啊，先是午亥合人和丁啊，是正官合身当选国会参议员，然后是亥水中的人生甲木啊，引动甲辰的辰土里面的食伤制官煞，他老婆孩子出事了。接着是丑午相穿啊，第三个字丑，丑午相穿，这个相穿的自杀力量其实不小，所以当了美国副总统，这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。那最后就是尘土里面的官煞同库的情况，这个尘土里面的十三字官煞，这不是引动啊，而是晚年直接到位啊。这种十三与官煞同库的情况是所有制官煞模式当中力量最大的，所以他更上一层楼。那么他的人身安全怎么看呢？丁火生弱啊，用食伤制官煞自身的能量是扛不住的。还好呢，在大运呢、啊，现在是己未，这个火和燥土帮扶着丁火。还有原局这个甲木化官煞啊，贴身生丁火，所以原局有甲木，大运有火土，那非常安全。虽然明年就已经80岁了啊，但是老是老了点呢，但是健康和安全还是没问题的。那其实我之前分析拜登的时候就已经啊。列出了这个这一行啊，就是清清楚楚的列出了2024年11月5日啊，这是下一次是吧总统选举日期，这个戌酉相穿啊，戌穿酉，金又退气，天干的癸水啊又生甲木，这个全都是好东西啊，土旺嘛。甲木又生身嘛，这会看的人马上就明白，这里就是预测他2024年啊成功连任的几率非常高，而且健康和安全还是没有问题的，因为还在未运嘛。一直到2028年的戊申年啊卸任了那一年啊，才进入这个庚申大运，这才会出问题。大运没有了火土帮身，原局的甲木啊又被这个大运的庚金冲克，那估计卸任的那一年呢，他的健康会出问题。但是快卸任了嘛，这基本上也算是圆满了嘛，所以我预测他能够圆满的就完成两届总统任期。